这样之间比较不会油爆。好，这个小撇步来教给大家，不管你是瓦斯炉还是炭火烤，都非常适合哦。好，那我们署长跟署长比划一下之后，接下来移动脚步到第三个区域，办公室也很适合吃虱目鱼哦。在市长手上是我们台南虱目鱼粥，告诉大家这个非常适合哦。各位看到这个盒子打开，就是前方跟大家看到三包鱼肉，还有米饭跟高汤，都帮大家个别的来包装，你只要通通把它倒进去。